送到我们这边的病人总共有13位，其中有11位是小朋友，有一位是司机，有一位是老师。那目前有2位因为情况比较严重一点，我们要转送到彰溪总院。那另外有一位司机是肋骨骨折，我们也让他抽出院。另外有一个小朋友是锁骨骨折，那也怀疑怕他会脑部有问题，也在跟家属讨论是不是要住院还是要转院。那其他都是比较小的伤口，都已经陆续在处理，而且要陆续在观察。那这2位大分别是多大年纪呢？这边的小朋友都是从2岁到6岁。是。那这两个转院的也都是小朋友，都是。那是男童女童？2位都是女。应该哈，我们发生的地点那个哈属于比较农业产业道路的，也是算是十字路口。那应该是哈傍晚视线跟那个哈这个转角处有种植那个大棵的树木，遮蔽到那个视线，所以在那个第一时间，2个驾驶都没有办法第一时间的反应。所以就发生了这个重大的事件。娃娃车是从被另外一台轿车从侧面撞击，然后再推撞到水沟下去。第一时间我去的时候，小朋友已经都把他安排在外面的。那我是有听说撞击的第一时间有可能小朋友抛飞出来。那在这边的比较伤者比较严重，我们都已经有妥善的安排。